这是国家独一无二的珍宝，可是真没想到啊！海大队长，啊，您看这案子，怎么，老馆长，沉不住气了？是啊。可我还是相信你们，您是专家。哎，专家不敢当。嗯哼，要说这吸烟专家嘛，倒差不多。<笑> 同志们，下面请大家看一下博物馆文物被盗一案现场勘查的情况。这个案子发生在凌晨1:20至2:10之间，文物陈列室的其他门锁完好无损。很显然，这里是罪犯作案时的出入口。 这是文物陈列室被盗现场，经过查对清点，被盗各种文物68件。啊，68件？对，68件。嘿，火箭鬼！根据现场发现的脚印判断，作案人为男性，年龄在31至34岁之间，身高1米8左右。 请同志们注意，在这次被盗文物中，最珍贵的是这只西周兽面鼎。哦，这是博物馆保存的录像资料。好，下面我们请文馆长跟我们谈谈。嗯，好吧。 这只鼎对研究西周中期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所以引起国内外文物专家和历史学家们的极大注意，准备在省内短期展出后送往国家博物馆珍存。海大队长，这案子就麻烦你们了，我先走了。哦，谢谢。好，再见。 在这个装鼻烟壶的空盒上，发现一枚较完整的指纹，核对结果，不是博物馆内部人员留下的。老曹，立即核对掌握的指纹档案。是。小石，哎，你接着谈现场的调查情况。好吧。哎，我先谈。我调查了当晚值班员林金生，据他的介绍。 喂，博物馆吗？是啊，找林老师。哦，我就是啊，您哪里？人民医院，您爱人得了疾病，赶快来吧。哎呀，我正在值班呢。喂喂，病重吗？病很重，非常危险。同志，刚才有没有一个姓郭的急诊病号送到你们这儿来啊？没有，今天没有急诊病号送到来。 没有，没有。谁来的电话呢？啊！还有。 据博物馆的职工提供，就在发案的前几天，经常见到这样一个人。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作案时间准确，盗窃目标准确，可以认定是一起内外勾结的盗窃案。我建议从审查内部嫌疑人员入手，挖掘破案线索。分析的有道理啊。 这样，立即。
对掌握的所有盗窃惯犯，一个不漏的排队调查，掐住作案时间，发现可疑对象。当前文物被盗案件不断发生，犯罪分子活动的非常嚣张，我们必须给予狠狠的打击。 各执勤点注意，各执勤点注意，我是栋六。博物馆文物被盗，发现了可疑情况，要立即报告。各个执勤点要严密注意，一定要严加控制，要严加控制。明白，严加控制。是，严加控制。是，严加控制。 丫头，快把你们带来了！来，快进去。哎，人呢？小金，怎么就你一个人呢？大队长回不来了，我是奉命来送寿礼的。他以后就别回这个家了。哟，老夫老妻的，几天不见，还行撅嘴赌气呢。哎呀，死丫头！ 该找个厉害的管管你。管我的人啊，还没领到出生证呢。哼，算我有口福啊。馋丫头，嗯，味道不错。留着，等我们破了案，回来再吃。给个书条吧。去，走吧。哦，大队长全焊到案子上了，全国特大盗窃案，我得赶快走了。 把这给你们大队长带去。哼，又是尼古丁啊！是，去。哟。哎。好吗？在开会吧。好。 等有了新情况，我再向你回报。啊，什么？戒烟药？啊，哈哈哈哈哈！暂时先保存在你那儿吧。等结案以后，我一定和尼古丁断绝外交关系。哈哈哈哈哈！好，好，再见。请吧。 关于他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哦。哎，林师傅，哟，海德队长，文馆长，嗯，今天没出车啊？没有。文馆长，听我阿嫂说，我阿哥出事了。哎，文馆长，大队长，我阿哥回国20多年来，他的工作为人，你们可都是了解的呀。林师傅，别着急。 事情总会弄清楚的，我阿哥呢？他可能回家了，他心情不好。哦，你去安慰安慰他吧。啊，哎，
我走啊。海队长。哦。大队长，现场指纹是他留下的。哦。这个人叫张坤生，今年32岁，是个盗窃惯犯，曾被判刑8年，上个月底才刑满释放。在一次和同伙分赃不均时引起动刀，他的左脸额上留下一道疤痕，所以绰号张八脸。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员林金生前几天不知道什么人从广州给他发了一封加急电报，内容嘛不清楚。我还发现林金生到过黑市场，我看他是在寻找买主，急于销赃。大队长，经过调查，张八脸一夜没回家，去向不明啊。他离家的时间呢？1:10左右。准确吗？准确，他邻居提供的。我实践了一下，从博物馆到张八脸家大约需要18分钟，这么一算，这正是作案的时间。嘿，你把同伙也找到了。啊。喂，是公安局吗？啊，对，我是公安局啊。我向你们报告一个重要情况。哎，喂喂，您大点声啊。博物馆的案子是张八脸干的，他已经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文物就装在一个红皮箱里。问的是谁？喂喂，你是哪儿啊？啊，信不信由你们。马上查清，刚才那个电话是哪打来的？是火车站公用电话亭。哦，谢谢。红皮箱。追。
生。张百脸，胡子留起来了啊！来，下来。海大队长，我你又跟我发誓。海大队长，我什么坏事也没做，我发誓。哎，少啰嗦，你东西呢？我发誓，我两手空空，连个草棍都没带。叔叔，铺底下的红皮箱就是他的。谢谢你，小朋友。拿着你的皮箱，跟我下车。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走。张坤生，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犯罪的证据，抵赖是没有用的。我发誓。又发誓。这是你作案时留下的指纹，你看。我交代。能给我支烟抽吗？刑满以后，我下决心洗手不干了。一直等待政府分配工作，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戴金丝眼镜、留着小胡子的老头，在一天晚上，谁？我。找谁？找你。找我干什么？交个朋友。嗯，什么意思？请你帮个忙。这件东西在博物馆里。不行。怎么？我已经洗手不干了。不干？你的老底儿我都知道，像你这样人，在这儿是永无出头之日。事成之后，还有重赏。认准东西，什么时候动手，听我的。好。哎，那个老头你认识不？以前从来没见过。哎，你看一看，这里面有没有他？是他，可我不敢肯定。不过这眼镜、胡子，还有这烟斗，倒是挺像的。那你继续交代。
作案以前，我曾经到博物馆踩过点儿。昨天夜里，大约1:40左右，我有罪，你们看着判吧。我再问你，作案前是谁给博物馆打的电话？电话？什么电话？我不知道啊。不知道。张坤生，核桃壳都砸碎了，那层油皮还顶什么用呢？我，你老实交代，我发誓，我知道的全交代了。你偷的文物呢？都在箱子里头。你的钥匙呢？丢了。这难不倒我们。把钥匙给我。打开，我保证一件不少。少啰嗦。活见鬼！你这个家伙太狠毒了！我发誓，这不是我干的。你少发誓吧！我发誓，这确实不是我干的。这是审讯室，不是菩萨殿。你说不是你干的，那是谁干的？嗯？站起来！海大队长，我还有没交代的。站住！我恭喜你呀！想吃怕事，瞎了你的眼睛。起来！
听着，跟我走。坐下。你劳苦功高，请。你别害怕，这是高级营养品。妈的，你小子还不老实，跪下！你小子要是再不老实，我叫你舅八淌心血。我发誓，我连眼皮都不敢眨一下。药性发作，你小子就老实了。嗯，整1000，给我的。你把这东西送到广州，事成之后报酬加倍。哥们儿，你是知道的，这头人让我怎么交代嘛？这你别怕，我都安排好了。你听着，下车之后会有个漂亮的女人来接你，你还可以跟她混上几天，嗯，哼，她会让你心满意足的。慢着，咱们丑话可说在前头，你小子要是跟哥们玩名堂，这枪子儿可饶不了你。嗯，张八脸，哥们儿，我发誓，你讲交情，我重义气，咱们回头见。那好，祝你走鸿运。哎，钥匙呢？钥匙你别管，走吧。
大队长，我认为现在当务之急的是找到劫走文物的人。从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林金生的嫌疑越来越大。绝妙的招数啊！毒蛇是哪儿来的呢？前几天是卖了六条蛇，他有些人信没有？在我国的南方，在山上遇到他，有抓紧蟒蛇的咽喉提顿部位，蟒蛇锁住了他的咽喉，好难受啊！在这关键的时刻，好心的观众千万别上来帮忙，这瞬间只能让他自己一只手牢牢地抓紧蟒蛇的咽喉提顿部位，另一只手使劲地甩开他的尾部。请看，这条眼镜蟒蛇。两米长，扁平的脖子向观众站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嚯、哦，它又好凶啊！根据巴布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我们向大家表演《人与蛇同眠》。这个介绍信是伪造的啊！那么，请你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好吧，我们是展出，不能卖。哎，研究所有一项科研项目，急需几条毒蛇，请一定支持我们。那只能是少量的。行，不会闷死吧？不会的。请你。这。对。是这个模样。大队长，昨天已经查清楚了，车站打电话的是个老华侨模样的人。我实在记不清了。喏，你再好好看看。哦，我想起来了，他是个开车的，因为诈骗。被判了15年，我们俩在一个劳改农场。在我出狱之前，他就越狱逃跑了。哦，他还偷了管教干部一支枪。哎，那么他和拦截你那个人是不是一个人？不是，我发誓绝对不是。见鬼，怎么又钻出一个买蛇人？案情更复杂了。海大队长，走。马上到西山。有关节骨折了，就是把它记录下来。好的。啊，
你再看看这个。啊，咱们到前面看看，好吧。再看这个，大队长啊，这两个人为翻车致死。现场发现一支手枪，还有这把钥匙。红皮箱算跟我们结下缘了。小金，哎，开开。来吧，给我。嗯。局长吗？宝鼎和文物都在啊。不过现场又发现很多疑点，把文物立即送鉴定室，你们先休息一下。哎，怎么能休息啊？同志，一定要休息好，等候通知啊。哦，是，是局长电话。哎哎，局长让我们休息啊。我知道。老曹，好。小金呢？嗯，来。你也抽一颗压压惊啊。哎，我才不中那个毒呢。大队长啊，咱们下步棋该怎么走啊？哎，服从命令，好好休息。好嘞。那林金松呢？可不能让他跑了，一个也跑不掉。哎，回去以后都到我家啊。到你家了，咱们都去啊。来喽，红烧鲤鱼一盘。嗯，我难猜什么唱，唱上天哪样唱唱还用。哎，小石啊，你倒是快点啊。哎，好嘞，我这马上就完啊。哎哎哎，别薅。哎哎，小心点啊。哎，队长嫂子，你要是不放心呢，我可就不管了。哎，不管了。哎，敢不管，你好点。嗯，对。哟，队长嫂子还嫌我们大队长不够漂亮，还要离好一点。死丫头。小金呐，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嗯，我们老秦就看着我漂亮。哎呦，现在别看人老了，可在他的眼睛里我就更漂亮了。大队长来劲了啊。这叫老夫老妻爱情专一嘛。是是，死老头子当着年轻人说这些真不害臊。来，哎，喝酒喝酒。来，为你们的案子破了。哎，你等等，上次你过生日我没回来，今天我给你补做生日。好，来，干一杯。来，干一杯。啊，是我。什么？啊，在哪儿？好，毒蛇，马上回局里。是。好。哎，就不吃了。哎，帽子。真没想到，这件案子像蚕丝一样，越拉越长。哎，我是海洋啊。哦，局长啊。嗯，有意思，狡猾的毒蛇给我们留下一张蛇皮。经专家鉴别，是一只复制的冒牌货。
嗯？什么？嗯，知道了。又什么鬼情况了？不早不晚呢。一个国际文物考察团已经取道来我国进行访问，在考察的名单里偏偏就有西周兽面鼎，真是雪上加霜啊。这些杨先生们真会捡着时间来。我还是那个意见，应该把林金生抓起来，别让他再牵着我们的鼻子跑了。在侦破工作中，一眼就看清的问题，往往就更需要我们谨慎小心。优柔寡断。大队长，啊，他们来了。哦，海队长，林师傅，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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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请坐，坐，哎，你坐，你坐，哎，坐，哎，哎，来。谢谢，哎，小王师傅，不会，哦，你不抽，请你们来，是想了解一下西山翻车的情况。这事儿啊，哎，我有责任呢。领导让派我送香港来两位客商去游览西山。娃哥最近情绪不好，娃嫂想借此机会陪他去散散心。我征得领导和客人同意，就答应了。没想到，这么说，出事的时候，林金生也在西山。是啊，他在西山。客人先去游览了龙门，接着我们又去了太华寺。最后到了华亭。对不起，不陪了。那一会儿见了，再见。阿嫂，走吧。不了，他累了，不想去。阿哥，去玩玩吧。我太累了，你陪着客人去玩吧。啊，好吧。你们去吧。哎，你好好休息吧。啊。好好。你找什么呢你？医生，刚才有人告诉我，说有人在庙里向外宾卖文物，就是，让我来，一眨眼不见了。哎呀，阿哥你又上当了。这，你怎么偷车你啊？哎，来人，有人偷车了。让开，我来。哎，老师傅，你我来，我来。
小王师傅，你在倒车之前还注意什么没有？在老师傅陪客人离车之后，我看见老华侨搞什么鬼把戏。管他妈呢，咱们把车弄到那儿等他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怕个屁，上天入地，哥们儿揪死他。对，那么他是怎么离开车的呢？他说坏人骗了。哼，见鬼，他也太容易受骗了，真不明白他在国外是怎么做生意的。林师傅，你去西山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昨天晚上。哎，队长，现在看来啊，西山倒车事件显然是林金生艺术导演的。林金生去西山，那我们监视点为什么不咬住他呢？海大队长选定这个控制点监视林金生家，太理想了。哎，小象，对他的监视可一点不能疏忽啊。没问题，他的一举一动全部记录在案，这个老家伙确实可疑。哼，按照本人的意思早赏给他一副手铐了，可现在不但没抓，还给他配备一个警卫员兼录像师，够气派的。真不明白海队长是怎么打算的。就是往日跟海大队长办案真痛快，果断的像一把锋利的快刀，可这次瞻前顾后的像个老太婆。哎，别自有主意啊。哎，车呢？什么车？停在林家门口的面包车不见了。看你大惊小怪的，你的任务啊是监视人，管车那交通民警的事儿。在侦破工作中，任何一点细小的疏忽都可能使破案失掉一次良机。要吸取教训，做一个侦查员有的时候呢就要像张飞一样勇猛，而在另一种时候呢就比绣花女还要细心。我去把林金生抓起来。不行，你是通知小象来。好。这些判断能成立，那么林金生也是个被利用的人物。西山翻车幕后说明什么呢？杀人灭口，转移侦破视线。复杂的案情，狡猾的对手，幕后这条毒蛇可能是他。是啊。哎，大队长，这么晚了还没睡啊？睡不着啊。是不是在想对象呢？我啊，哎呦，大队长，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开我的玩笑？我是说你在想西山翻车那个谜。是啊，你对现场疑点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要抓住这次友谊的侦破战机不放。
犯罪分子是狡猾的，所以对每一个案件的发生经过和确定犯罪对象，常常并不是一开始就能认识清楚的，而且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判断上的错误。嗯，是的。至于幕后那个人，阿草，严生，坐吧。阿哥，啊，找我什么事儿啊？啊，你看，林汉来电报了，他到广州去参加交易会，谁知，哎呀，这可真是火上浇油啊！阿哥，你们打算怎么办呢？你阿嫂让我到广州去看儿子，你看怎么样？去是应该去，不过正在这个时候，恐怕……怕什么？看自己亲生的儿子还不准吗？哼！哎，真叫人为难呢。文物被盗，偏偏是我值班，有口难辩，儿子又病危，去，走，阿哥，你走。云生，你帮着买张火车票，赶紧动身吧。嗯，好吧，去就去趟吧。阿哥，你胃不好，我再给你买点胃药。嗯，明天和火车票一起给你送来啊，别着急，我走了。慢走，走了。明天回来吃饭吧。不了。这里旅客，由春城开往广州去的64次特快列车，很快就要开车。有送亲友的同志，请您站到站台安全白线以内。列车开动时，请不要与车上的亲友握手，路上别忘了吃药啊，以免发生危险。到了广州就来封电报，注意安全。哎，回去吧。哎，别忘了那事儿。大哥，早去早回啊。再见了啊，再见。胃药在箱子里。你怎么了？啊！怎么了？小姐，小姐，马上组织抢救。好。
自动溜，车上不见保定，控制边境公路。海带队长，哎，怎么了？车子抛锚了。哎，你去哪儿？双田坝送货。哎呦，咱们两个同路哎。哪坏了？嗨，见鬼，竹马烧了。啊。哎呀，这我可帮不上忙了。哎呦，那我只有搭你的车了。嗯。啊，怎么样啊，李师傅？行啊，走吧。抓紧时间。哎，哎呀，前面这个路，哎，来一个，不抽。你们公安局规定，开车时候不准抽烟的。哦，哎呀，前面这个路够险的。是啊。咱们俩现在是同车共济啊。大队长，你的烟瘾可真大呀。哎，这辈子就这么点嗜好，戒不掉了。我听说广州那边有种禁烟药很有效，你应该试试。试过了，并不像你说的那么灵啊。哎，我倒听说边境那边有一种特别好的。林师傅，嗯，你不试试啊？我怎么没听说呢？要是真有的话呀，啊，我还真想哦试试啊。哦，哈哈，那就看咱们两个谁能斗过尼姑丁喽。看样子，等会儿才能检测到这儿。走到河边洗个脸去，好吧。林师傅，天到这个时候了，怕你赶不到双田镇喽。没关系。一加油门，把耽误时间都抢回来了，那可要贪黑跑路喽。路上可是有点儿，我走惯了黑道。
干你们这行工作，可真辛苦。嗯，我干的就是这行嘛。同志，请检查吧。哎，你的车可以走了。好。啊，春城见啊。好好好好，再见，再见。好好。今天外贸局还有别的车吗？哦，刚才是有一辆外贸车过去了。哦，好，谢谢你，再见吧。不客气。哎，队长，为什么把他放走了？没拿到证据，怎么能随便抓人呢？可这离边境已经不远了。他没拿到东西，是不会空手走的。林师傅，你真行啊，赶得真快啊！再快赶不上你小伙子。嗯，你可真是老当益壮哦。等，待会儿好好洗个澡，我请客。哎，那怎么行？每次都是你请客，今儿我留名做东啊。小刘师傅，你们来了。啊，一般。辛苦了。哎，一般你好。到楼上吧。哎，好好好好。啊，这泡一泡可真舒服。你明天早上走啊。啊，好嘞。哎，这飞到！哎，小刘，哎，林师傅，今天检查站这么严，他们检查没检查你的车呀？林师傅，你忘了，我老同学在那儿当检查员，这绿旗一挥，不就畅通无阻吗？我不相信，我绝不骗你，我要骗你，明儿上路就翻车。嗯，小子，哎呦！林金生的性况怎么样？他是药物中毒，经过抢救，现在已经脱离危险了。药是林医生拿来的，这是林夫人提供的。还有什么情况？另外，国外最近又冒出一个专营走私的巨蟒古玩公司。前不久还派进一个代号美女蛇的核心人物，窜入我境内进行活动。他们现在正在联系。凶狠狡猾的毒蛇。哎。西山翻车事件已经查清楚了，这也是林医生一手策划的，意在杀人灭口。这两个死者是林医生的同伙，他当时装作修车，把车轮的制动调整螺丝拧松了，使刹车失灵。另据张八脸的提供，他们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勾结在一起的。停下！停车！师傅，我们有急事儿，行个方便吧。我猜着了，你们两位从哪儿来的？嗯，你少废话，下来，请。请抽烟吧。你抽烟，行吧？嗯，你们两位准备到哪儿去啊？总得有个落脚的地方。你少管。嗯，总得吃饭吧。给，拿着吧。粮票。行，够朋友，以后用得着哥们儿打个招呼。我们还有个朋友叫张八脸儿，过两天就刑满释放。
朋友，上车。好嘞。里边。来来来，请我的，请我的。不行，再喝一杯，再喝一杯。那行，你也喝。我不行了，你喝。喝喝喝，好好好。那天那个外国电影怎么样？嗨，绝了！那女侠可玩的够像素。嗨，啊，进来。一般啊，是一般的。来来来，吃点花生。吃，一般。吃，谢谢你这香米酒啊。不用谢。嗯，不过这酒不能白喝呀。你的字写得好，帮我们抄一份公约好吗？哎呦，这可比开车还累人。再说我这笔字儿，哎呦，不行不行，走嘛！哎呦，一般，只接一会儿。一般，好，我跟你说，再接不难啊！哎，林师傅，他们是郴州市公安局的，找你有事。找我，岳敏同志，请坐。嗯。你的车是林医生帮你装的吗？嗯。那天下午，我正准备开车去装货。小刘，哎，这有张电影票，是外国电影《飞天大侠》。真的？哎呦，太好了！给。哟，时间快到了。我得去装货呀，这事儿包在我身上。哎呀，林师傅，钥匙啊，谢谢您啊。哎，时间快到了，别过来查啊。盯得可真紧呐！只要今天晚上能顺利地把鼎交给他，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团聚了。莽大哥和您的夫人向您问好。回来旅游啊？没那闲情逸趣，是莽大哥派我专门来找你的。莽大哥好吗？他现在经营着一家庞大的巨蟒古玩公司，他要摊牌吧？他要我干什么？林先生，他要你从国内搞一批珍贵文物出去，特别是这支鼎，这是我在郴城博物馆偷拍的，在国外很轰动，一定要设法弄到手。这里可不比国外啊。哎，你堂哥林金生不是在博物馆内做事吗？利用他里应外合，岂不易如反掌？谈何容易啊！我了解他，他是不会干这种事情的。哎，国外通缉你的官司早已经了结，你也该回去合家团聚，同享天伦之乐嘛。好吧，我将尽全力
那好。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呢？我设法另告。一言为定。那就恭候佳音了。设法快给我搞一只复制鼎，还有一笔钱。这是我们的传统招数，用不着你操心。走吧。另外，要切断林海和国内外的通讯联系。一切照办。我们未来的林老板。我这是舍命为人质啊。走吧。好。小刘，刘明，小大家不要惊慌，外边在抓坏人，请大家都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快快，不要乱跑。
林师傅，你还有什么要说的？行吧。林师傅，想不到吧？你们两个又在这儿见面了。带走。